我们现在环境好了，嗯，空气也好了，到我们这儿露营的人就比较多了，然后我们就在这儿打造了一个有橄榄为主题的露营基地。那个是我们要种的树吗？对，是的，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地干起来了。三十，王三，早上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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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你好。哦，到这儿来种，就这么浅吗？啊，不是很深啊。来，老师，帽子。哦、来，老师，麻烦你戴一个。得戴上这个，对，有吊机戴着。咱们先种哪一棵？吊起来的这棵。你先扶一下，帮我们先把树放到坑里面去。慢点，慢点，您别掉下去了啊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现在往下买卖房，买卖房啊，买店，好，完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下外方的位置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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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非常好，可以，要得，可以培土了啊，把表面上的松土弄进去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往里铲就行了。这个好像没放的那么深啊、哦，这个土球厚一点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这比敲。好用，你又发明了新办法啊！好，这也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把三棵树吊好之后，我们再平整一下，再浇水。啊，来第二棵。哎，哎呀，好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往小凳那边再去一点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下一颗来了，来了。所以为什么叫嫁接？嫁接，嫁接，这就是嫁过来了。嫁过来了，这是你的新家啊。这新家一般啊，可能就是上千年了。以后再带着自己家里人来玩啊，你可以很骄傲地说这树是我种的。该浇水了。不浇水了。我这样泼呀，它比较匀一点。这样。有啊，我们就需要铺草坪了，跟这个草地要接上是吧？哎，是的，是的。这我们先拿进去吧。我看你，就从那边，从那边啊？对，就从这边吧。这像铺地毯一样。对，就跟铺地毯一样。这个坡全部都覆盖上是吧？哎，是的。哎，这个不能这么放，我这个干脆这么放。王老师干活特别细致，看着它整齐了，心里舒服。好嘞，嘿，我来拔这个。它这个要多久这根能长下去？这个几天就可以了。几天就行。对，感觉咱们都是装修队的，哎，在给这大自然装修呢。这一铺上以后真的是不一样，感觉绿草如茵，浑然天成啊。哎呀，成就感满满。严老师啊，我们来铺栅栏吧。好好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栅栏，先这个啊。哎，这有点哦，看到了，这个是吗？这个，哎，是不是要拿个榔头敲敲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？王老师让开。哎，啊，好，这个好。这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露营基地吗？哎，这是我们村的第一个露营基地。
那我们怎么让客人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个露营基地呢？现在找到一批试营业的客人，随时邀请过来。对，邀请过来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跟我们提提意见。待会儿我们这儿弄完了以后，就会来第一批客人。围绕着这个有感染的服务是越来越全面和完善。是的，他们肯定满怀好奇和期待。拦在这儿是吧？哎，是的。青山蓝梦，这里的第一棵树就是你们三个种下的。我们既是建设者，又是游客，很有成就感。我们每个人用一个动作来做这个字儿。你们是青山，我蓝梦，像不像山？我这是青吧？啊，是这样。我是梦。